你快看，就是这个小雪儿，她每次考试都考100分，小朋友们都喜欢她，不喜欢我。哦，好好孩子，爸爸现在就把她关起来，小朋友们都看不到她了，这样小朋友们就不会喜欢她了，都会喜欢我的孩子小绿巨人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救命呀，救命呀！赶快放了我的白雪妹妹，听到了没有？哎呦喂，我还以为是谁呢，原来是那个最坏的贝尔公主。哼，不准你们欺负我的白雪妹妹，听到了没有？哎呦喂，我就是不放，你能怎么地吧？你欺负我的白雪妹妹，信不信我把你变成猪？哎呦喂，难道你还会魔法不成？我才不相信呢！只要我在这题太难了小游戏当中连续通过5关，我就可以把你变成猪。现在是第3关，找出与众不同的西瓜，嘿嘿，在这里呢，过关。选择绿色的小方块，绿色的小方块在哪里呢？嘿嘿，过关了吧？最后一关，好热呀，快把风扇打开。哎，这一关看起来有一些难呀。把线子接上，不行，我知道了，摁住线头来试一试。太好了，风扇打开了，顺利的通过了5关。哼，我的爸爸真的变成了猪。哼，我现在就放了小雪儿。嗯，你快把我爸爸变回来好不好呀？小雪儿还给你。哦，小朋友们，我应该把他的爸爸变回来吧。